吉利亚云天考林清华是非常的强的哦。那面对到印尼队的男双组合，那么刚刚廖老师也提到这个印尼队的这个男子选手的他们的技巧是非常非常的全面，是啊、哦，但是而且技巧上也非常的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在有时候哈、哦，就是我们昨天也有谈过的，就是在东南亚的选手、哦、他在往前的动作做得比较没有那么到位、哦、因为他们认为说我应该要把手举起来这些基本功，所以往往有可能、哦、你快速一点的话，像他这个往前压迫他会打出界。那一开始双方是二比二的平手哦，嗯，那么两队要进的进攻，不过这个球是直接打出界外，好哇，好球，嗯，还行，对，嗯，好，他不会像我们这样，好，哦，又被抓，所以可能在这方面呢、哦，印尼队也是要特别注意哦。如果平白无故送给对方很多分数的话哦，到最后只差一分两分的比赛是。哇，漂亮漂亮！对，突然。哇！哎，继续两个，好，出界了，对，对方雷点出了界外，机会，哦，漂亮，就是我们说的，他们很有打球的才华，尤其在这个三项来说哈、哦，嗯，好、哦，上面哦，嗯，这个包括印尼队啊，其实马来西亚有些球往前呢，一些比较简单的防守呢是，好、哦，但是往往就是我们。哎呦！好，运动好，还有机会来做进攻。啊，马来西亚现在然后排也好。又来了，此刻的话哈，是啊，那有可能啊，哦，那我们曾经也看过大陆领先，结果韩国队最后一分的这个赛末点，韩国队这花球，柳元清花球，哦，被抓了犯规，马上输掉，也有这样的情形啊，对，好的，因为呢，他们 game point 20-12，后排有进攻的机会，再来，好。哎，我们打了网子，好，跳高，哇！没事。
人里面一定有一个哦杀球特别强劲的哦，所以有一些往前球的处理啊，那这些中炮口他们都是想说打好看的球啊，但是有时候像其实他们的一些动作还有一些整大部分都是五六排就结束一球，是，所以很多球迷啊非常喜欢看这个马来西亚印尼的这些男双的比赛啊，因为这个节奏速度力量啊都是非常界外，徐云一队得分，哇，好，那昨天到现在我们看到在场上被抓了好几个超过的手腕啊，所以这个球因为林清华的发球真的是动作比较快，但是问题他其实他的问题好也是非常多哦，因为他最主要的发球是有一点就是在速度上，就是我们说的他准备好去接他的球其实很容易接，而且所以你再看他们的发球没有办法连续得分，哎，好，我们看一下，哦，好，但是他这个球也是一个像，还要刺到对方，对，哎，那印尼队是有接到这个发球了，好，打一个短球，哦，再来，哇！哦，哦，我们来看一下林清华的发球啊，所以因为这个就会有一个超晚的犯规的麻烦。好。发球的时候你得分，但是你抢过来的这个发球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得分，所以他们的分数才会多得有一点，说是算是有一点滴滴答答，对，没有办法连续大量得分哦，一下子一直的打滑，没错，三加亚，哦呦，哦，所以你看他在后场，他的变化很多。对，他并没有说真正很用力的去做一些扣杀。哇，十分差距了哦。确实也，这场比赛确实表现不错。对，你看又被抓到犯规了。这就是他的短球发的不好。所以他都要这个花长球，是他花长球的时候又必须要冒这个犯规的风险，对，然后他又想发快，对，发快突然又加了，加一个力气，他有时候他不是说这个超晚跟这个整个这个击球点超过晚，他是花球的动作有一点不连贯，就是有一点去顿，你花球的动作要顺出去，你不能突然间去把这个球顿住，这个也是跟这个花球这个超晚的这个犯规的动作是一样的，没错，好，哎，这个球又让他落地，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的。对，因为感觉上林清华跟尹天豪这场比赛就是整个都打不出来啊，然后男双这种比赛啊节奏又这么快，对，一下子呢，这个已经是剩下最后一分了。是，所以算是在消磨一些弱势时间喽。最后这一球，感觉上林清华跟尹天豪也是无心恋战啊，那么跟对手呢回拍回。